举办签唱会在高雄和神居蛋，然后11月4号我会在台北红楼也举办我个人签唱会，所以如果有空的同学可以过来看一下。哦，有人带专辑，你知道我帮你签了吗？我们现在有笔吗？啊，你有笔是不是？好。谢谢你 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我看到很多牌子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不知道大家没有关注我的 IG， 就是最近用朋友笑声做成一首歌，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？知道。然后呢，虽然这首歌没有收在专辑，但是我在一个礼拜之内把它正式完成，然后上架。然后集美女中，你们是第一个听到现场这首歌。这首歌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刚好在发烧榜下第三名，然后这首歌也有三，这首歌叫做 3AM 送给你们 ，Let's go。那会有人就会唱了，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？大合照可以吗？那我想要跟。